作为天津董卓的朴老师，想找二十个妹子一起玩游戏，真正的体验一把帝王级别的感受。结果没想到一开麦全是男夹子。我妈不要批评。哎呀。在一次直播时 ，PDD 觉得枯燥无味的游戏生活需要加一点佐料，于是就安排起了晚上的活动。今晚寻找新朋友好吧，今晚。今天晚上就找这些 ID 上他妈妹子的，直接上去就他妈加。今天晚上加他妈二十个妹子。二十个妹子，这属实有点多呀。朴老师受得了吗？但更多的水友怀疑朴老师的船开不了。开不了船？你们以为我们直播间集不齐十个妹子？在这个船上全他妈是妹子。很快 PDD 就创建好了房间，就等着妹子上贼船了。可没想到这么一位水友的出现，让 PDD 破了个大防。那个小熊背包说话，小熊背包，妹子有吗？遭受了男夹子的折磨，朴老师深知今晚的二十个妹子是没戏了，于是就放宽了限制。这是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去了，男生也可以啊。但万万没想到，事情还是朝着娇妹的方向发展了。有吗？有吗？刘哥，我是娇妹。你是他妈娇妹，你哥你是。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！你们全是娇妹啊！船长说话，船长。船长有吗？不要批评。哎呀！